科技冬奥，智能防疫先行，布克斯消毒机器人在冬奥会筹备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消毒机器人在布克斯体育馆兵力发挥，美泉宫酒店、西苑饭店、延庆高中大学、首都体育馆、国家体育馆等进行智能化防护。I can go low.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.